发现有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的江良渊前处长呢，他是有受到上层的压迫的，逼迫他赶快复工，让丰益可以赶快来复工哦。这一点是确定有的。第二点就是，我们的杨文科县长在这个天坑以后，有到我们的丰益喜来登的总统套房内接受餐食的招待哦。这期间敲了什么，还有说了什么，都很清楚的写在起诉书上面。目前看起来，我们的江处长。江前处长呢，他家中被搜出了1000多万的现金。那我们的杨县长，甚至更上层的人，或者是有没有其他人，他的不法所得又在哪里呢？这件事我们值得怀疑的。难道真的只有免费使用总部这么简单吗？这么大的利益，总共不法所得看起来没收的是2.5亿哦。这么大的利益，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牵扯的？希望我们剪掉可以勿忘勿纵。